家好，我系 Hedy， 今日我就想恶整男朋友，因为最近咧我就收到一支好劲嘅产品，就系、是、文心先生佢哋嘅深呼吸洗射凝露，佢哋咧系连一啲油性嘅 marking pan 都可以洗得甩嘅，咁所以咧我就想挑战一下。我化妆大家就睇得多啦，今日咧就要揾一个借口同男朋友化妆，然后趁佢唔觉意嘅时候咧，就用呢一支嘅 marking pan 画喺佢块面嗰度，睇下佢有咩反应先。如果你都中意睇我哋欢乐二人组嘅话，记得揿个 subscribe 同埋隔篱个钟仔，仲可以 follow 我嘅 Instagram 添，咁你就会得闲见到我哋噶啦。好啦，计划开始啦。Hello， 今日条片咧就系帮男朋友化妆。吓、啊？点解？因为观众睇得我化妆多会厌噶嘛，咁所以今日就不如你嚟啦。吓、啊！但系我天生丽质，难自弃。因为呢位先生的头发咧就好左顶，咁所以咧你都知道化妆之前要戴个头箍仔噶啦。好啊，咁你抗拒一下，我想戴好耐嘅。好啦，我哋真系要落去遮下眼圈啦。我个遮瑕膏系好深色啊，系咪？你望下，哇，其实真系有分别噶。你而家嗰啲，我而家出道啦。我俾两个粉底颜色你拣，呢、這个白少少，呢、這个系我自己的肤色。咁啊，试下呢个咯。哦好，哇你好干啊先生，好白，系咁意思啦。咩系咁意思？我认真。你有笑容啊，俾我听，你唔系认真。哇，点解第二条嗰条？哇！你条眉咁深色咁多毛，一染咪好劲咯，劲啊！少少意外，少少意外，一染好卡通喎、啊，个样好似镇定。跟住咧就到眼影嘅部分，哇！你啲眉毛太多咧，我上面冇空间。之后就到画眼线啦，上次你画得我犀利啦，今次仲轮到我。我系咪眯埋眼嘅？系啊。不要震啊！你应该同自己讲噶。唔系啊，我只手好定啊，黐线。其实都 OK 啊，我条眼线真系差唔多啫嘛。有冇有神到啊？我真。你觉得咧？有冇夹到眼皮？哇哇哇！啊！会唔会擘大眼？擘大眼，唔好眨啊！放松放松。呢、这个唔会死嘅，你抿一抿，跟住之后用手推开佢。哇，你个嘴好大，点解你个嘴咁大？但系真人望到佢好靓喎。然后我哋有个秘密武器，秘密就系我想同你表达我对你嘅爱。点解攞只戒指出嚟？都画埋戳牌喺度先，即系呢支 marker 嚟。系啊，哇，好靓啊！你睇有冇睇？哇，艺术细胞超好，真系戳牌嚟噶，好靓啊，好靓啊！好啦，咁我哋妆咧就化完啦。其实唔使惊嘅，因为我最近收到一个卸妆产品咧，系连呢一类油性嘅 marker 都可以落到嘅，系干干净净啦，同埋唔需要好大力啊咁样嘅。咁所以一阵间你就卸妆噶啦。不过你而家都几靓啦。有冇人想听我 IG 哦？好，落妆方面咧就要靠佢啦。呢一支咧係文心先生嘅深呼吸洗卸凝露，佢除咗落妝之外咧，仲可以吸附粉刺、軟化角質，亦都可以當平時洗面用嘅喎。裏邊嘅成分好溫和，連小朋友咧都可以安心用，咁所以咧你都放心俾我卸妝啦。俾大家望下佢嘅質地咧，係好輕身嘅，比較流質嘅。你會見到咧，佢可以做得啲拉絲嘅效果。咁其實咧好神奇㗎，這個我用咗好多次啦，佢係。乾面的时候可以用来卸妆，然后呢你看不看到啊？咦，是的，好得意的，我未试过用一个卸妆是好像有些啫喱在上面这样的。你看到呢，我捽完之后呢，你看没了那个。咦，是的。对啊，它很犀利的，真的做到。你看一路捽呢，连戳牌都没了。你看不看到？咦，是的。它是不会拉眼。你试下现在擘大只眼睛，是不会拉的，是吗？是啊。OK OK， 系佢完全咧系超温和咯，因为我自己
真係試咗好多次先夠膽喺你面上面度試，我都唔敢攞你嚟教飛。哇！你睇下，然後係咪勁乾淨啊？即係就算就咁樣用濕毛巾過水咧，都超級乾淨。好似落曬。係啊，真係落曬啦。係喎。大家咁近鏡咧，可以望到佢連 mascara 啦、眼線啦、嗰啲眉 gel 啦、唇膏啦，所有嘢都落得乾乾淨淨嗰啲，著斑出翻曬嚟。嗱，你而家落完妝咧，係咪唔會乾啦？冇掹掹緊嘅感覺。冇喎、啊。是啊，它是很舒服的，它是很輕身，因為裡面是有一個蘆薈的保濕精華和小黃瓜維生素 C 萃取，所以你卸妝的時候同時是會有保濕的感覺的。另外還有二人兩白精華，所以你剛剛洗完面就這樣抹一抹過一過水都會覺得整塊面白白淨淨的。而另外如果用來洗面，我就會擠這個卸妝露，再加少少水，這樣呢它是可以做到起泡的，跟剛才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質地，它不是啫喱的，它会变成做泡泡咯，是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试过无论用来卸妆或者加水起泡来洗面都好啦，你中间的过程抹大只眼都不会刺眼咯，不会有那种刺激感，不会有那种很涩的感觉的，所以呢它真的非常之温和，而且现在转季用都完全没有敏感的情况，大家看到它是一点红都没有的。我会将文森先生的深呼吸洗卸凝露的资料全部放在 infobox，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过去看看，这个我真的最近非常之推荐。好啦，今天这个我整男朋友的计划算是成功啦，有没有吓出你？下次到我吓翻你咯。嗯，系啦，希望大家中意今日条片啦。如果中意嘅，记得俾个 like 我 subscribe 我 channel。我每个礼拜都 upload 两条新片噶，逢星期六嘅到三点，同星期日嘅下昼12点。记得咗啦又。系啦，我哋下条片再见啦，拜。